怎么我们四个都在啊？啊！暂无一人离开的时代少年团能否幸运过关呢？你好好的啊，赫儿，来吧，减30。 啊！又诈尸啊！哦，兄弟们加油，太可怕了！当前挑战时长120分钟，来了啊！挑战时长来到了惊人的120分钟，截止到现在，已有10位加速队员成功脱险。这么快就被抓了？ 完了，我还跟说解说，这一次我跟他一直在一块儿，没法躲啊，这个。加速能量以每秒120递增，加速队员安全躲避120分钟至挑战结束，即可获得72万加速能量。有5只猎光石犬，时光猎犬，进入水下植物园去，去驯服时光猎犬，让时光猎犬安静下来。导狗，导狗。 我先要挡住3面。哟，赫儿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一个咖啡厅的柜子里面坐着呢。你有找到狗吗？我害怕狗。哦，你害怕狗，那你先猫一会儿吧。哦。哎，金毛。 太小声了呀！你狗叫很危险啊！这人听得到声音吗？哎，他叫什么名字，大哥？妖姬。我们要怎么驯服他？妖姬，坐，坐，妖姬。好狗，好狗，能摸吧？可以，可以。好狗，没有人哈。妖姬，妖姬。 坐坐坐，来，好狗，怎么才算驯服狗啊？这怎么还有机械狗啊？看下兜里有没有东西。嘿，No，No，坐，别搞啊，哥。 乖乖乖，小狗，江姐，快来驯服小狗啊！乖乖，来，我陪你转。哎呦，他怎么还冲我呀？我给你表演节目好不好？要你管才乖啊！他不理你。别走啊，坐坐。我帮你看着啊。哎，乖乖。 好乖的狗狗，狗狗，你看它已经开始玩起来了。狗狗，好狗，好狗。哦，解除了，解除了。哎，小狗吃不吃东西啊？虽然感觉有点怪怪的。来，来，会不会做呀，小狗？我给它唱首歌。小兔子乖乖。 讲话，这个是狗，这还是什么名字？摸头，这还是什么名字？摸头，拴住，拴住，拴住，躺一下，好狗，咦，不要坐下，有人在被追，那是谁？李小本，不是李小本吧？绿色衣服的朋友，啊，吓死我了，找着吗？猎人？ 在还在蹲下！那边有猎人，那边有猎人，蹲下！我快去找这些狗，我去找那只狗了，叫拴住是吧？哎，那只狗呢？
吓他一跳，迪哥，那条是？他应该就是我驯服的那条，真假？好像是新的，新的吧？新的是吧？来，我们来唱绝配。我们来跳绝配吧。来跳绝配。脚，他的脚。抱上去，抱上去。走了，走走走。原来是这招是吧？快走快走。你好。你好啊，你好啊。他把他弄骨折了。哎，他可以站起来。站起来，人家走得好好的。完了 ，sorry sorry， 让你驯服时光猎犬，不是让你把它给猎杀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对不起。亲他一下，你把它尾巴摇一摇，显得它活过来了。宝贝，对不起了。好重。他是不是又散架了？嘉轩，给他唱一首《在小小的花园里面》，挖呀挖呀挖，挖呀挖呀挖，挖到你这只小成狗，挖到小小的小狗，种大大的花，姐姐真漂亮。在种菊之前，一瞬间击中我大白，我真的对对对，好听吗？一瞬间击中我大白，我对对对对，好听吗？好听吗，宝贝 ？OK 了。啊！矿井隧道为时光裂缝，其中散布着20个猎人。意思往那个方向应该是时光电梯。OK， 走吧。完了，小心姐被抓了，完蛋了，太恐怖了。哎，不知道怎么玩。有点吓人，说实话。为什么他们三个一个都不被抓呀？他现在可能就有点孤单，希望一个队友能来陪陪他。太孤单了。那咱们从这边绕，这边视野比较明显，下面太容易被抓了。我不觉得一出门就要跑，准备好跑。哎呦！哇！这啊，这太夸张了吧！我50米，您睡了一觉吗？能跑6秒6最快。你有信心吗？我没有信心啊，但是我可以试一试。你可以上，你先来，我先来。都可以。那我先来吧。你先来。行吗？我先给你打个样。行。你给我激励一下，我们只要有第一个，我们就有希望了。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都没有啊。对，我们一个都没有，只能硬跑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哥！加油，加油，尽力就好。好，嗨嗨嗨！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！小伙哥哥，有希望了，兄弟们。OK， 加油！耶！捷豹传来，他我在这里看到的，他有几下这样的那种闪躲，很快，因为他划那个刀肯定是要这样左右。对，大景哥已成功通过隧道，并且升天的。大景哥，距离隧道打通还需要两个人成功挑战。还有两个人，我读一首贺吧。干嘛呀？我们来激活肌肉。阿姨，哥你好帅。二。三跑！哎哎，静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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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呜！赢了赢了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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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通过通过！耶！哦，哎，你给黑衣人甩飞了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少年飞速再拿下一局，离成功仅差最后一步。过了过了过了，肯定过了。呜呜呜！比成功通过隧道。贺峻霖已经成功，看吧，我就说能做到和世界冠军一样的东西的那种感觉。真的，我也，他们来的那个压迫感真的。我觉得自己跑得挺快的，比之前快。然后真的，耶！对对对，感觉你拉了，抓到那个节奏，对，抓到那个节奏，厉害厉害，绝了，队长！哇，太厉害了，太爽了！他们有些已经走了，是吗？你们快理一下阿泽吧，他抓着我一个人一顿输出。能量源什么颜色的？红色能量源。红色能量源。对，这样的物体，对，一定要找他，要不然的话，你们坐这个火车是没有用的，也没有意义。在火车里吗？不在，在火车前方。到站以后是不是？对，好好好，哎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火车前方是那边吗？
一颗红滚烫的心哈。是的。进二号，赞轩。宋亚轩，这是一号。Sorry， 真的是。好，先让他放这儿吧。我们要选一个好位置。哦，这儿吧。我跟你说，那个帘子很危险。哦。你们好，需要毛毯吗？可以，来一个。需要毛毯吗？需要。没事，只有一床。这上面也有。关门了，关门了。你怎么又在这儿啊，哥？又是你！完了，在这个屋子里完蛋了。不是，他肯定就是有什么线索。你好，您的橙汁。OK，Orange 橙汁。他给你的，肯定是有原因。宇宙的位置。哎，刚刚那边好好看哦，我给你看一下照片。啊？什么照片？你怎么把我 P 的这么丑？走吧。这坐。你看他穿的颜色。他说五点钟。五？我这有个五。这还有一加三。蓝色呢？妈妈，我想吃冰淇淋。岔开话题。那我带你去餐车买吧。蓝色是 blue。走。冰淇淋 ice cream。Green blue ice cream。然后刚刚那个人说5点。又送橘汁了。他是不是送完之后他就要跑出来了？您好，您的橙汁。又给我来一遍。我一会儿糖尿病都喝出来了。开了没？开了。Green。哎，刚刚那边好好看，我给你看一下照片。你们怎么又来了？你怎么把我 P 的这么丑啊？哪有，你自己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每天下班打卡的闹钟，我就关了。都5点了。无限循环。时间循环。哎，溜车走了。动了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电量会下降，我们现在找正确位置，每个人的对应的。2133。2133，因为我看了，只有这是四个字，没了吧？真的，请坐。好，我来坐。不，这有个1455。哎，那这1455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叠数，肯定是欧阳娜娜吧？不，那个也是啊，1455也是啊，五五呀。60%，60%。是那个颜色的第二个二。对。OK 了。那杨迪肯定是两个数字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看，你看啊，杨迪嘛，对吧？先是这个 Y 在这儿，灰色的字，你看。然后这个是刚刚是那个翡翠色的 D， 第三个。杨迪他们43。这个是蓝色呀，但是。哎，深蓝色的那是。那个也是藏青色，藏青色。我是这儿。没明白呢，我真的。这是找对应的字母的第几个？那我是这个，贺峻霖，贺峻霖。哦，这是我，这是我，这是我。太多了。224，天蓝色。谁还没找到自己？没有，我没找到，我没找到。轩黄色，上轩黄色，最后一个。黄色最后一个，哪里？这个。这个，好，大家坐下，大家坐下。这怎么错了呀？我们一个一个检查，我肯定对。我也是对的吧？但我的好像是错的，我是不 H 对，但是我一白二灰。呼兰，你的本名叫什么？江远航。江，你叫江远航。对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耶！走吧，咱们结识江城之友吧，要去吗？啊？你想去吗？都可以去，我们上个过去吧。加速真是升级了，哇，跟之前不一样哎，完全。哇！好漂亮的地方！快 go go go！ 看一下那个门在哪儿？哪里啊喂？啊，我好像看见门了。哪儿呢？是就在这个圆转盘后面。哦，我看到了。这是吗？找到了，传送中。啊，我传送过来了。哎，你们在哪儿呢？你们可以形容一下那个传送门是什么样的给我吗？你往那个蒙古包那边走。蒙古包，蒙古包。我看到一个小的摩天轮，然后看到有一个球形。你往前走。猎人在哪儿呢？小心，我看到猎人了。猎人来了。哦，快跑！啊，猎人。
那个猎人怎么无处不在啊？我看看传送门啊。耀轩在哪儿？在哪儿呢你？啊，猎人 ，no！ 哇，怎么猎人在我脸上啊？耀轩被抓了吗？对啊。耀轩被抓了。我再也不去家族之城了。咋了？是我们通。你昨天不是说不去吗？死了两次。死了两次。对啊，在家族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刚刚被抓的。没有啊，为了堵别人吗？不是正经，是因为跑不掉了。哦，迎面，我以为是你为了挡他们。不是不是，哦，那是，那是。对，这个镜头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不是为了他们牺牲？确实，那是了。喂，等一下，他们来了。听到。听得见。我有说明书。听我说。好，里面有没有子线？有子线哈。对。有没有红线？有。好，那有几根黄线？一根黄线，两根绿的。一根黄线对吧？对。嗯。好，把红线关掉。先关红是吧？嗯。等会儿。看屏幕，上面又有一个数字。找个人去找。我们去找那个。我在这儿关线吧，关红线是吧？确定吗？确定。哦，拆除了，下一个。可以，继续。下一个。VU240，找。天哪，这个一点规律没有。我们找后排。VU240。这是 VU240。那我先找980。VG980是吧？980。哎，这儿。VG980，找到了。咱们现在有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四位密码的一个装置，还有一个是一个小格的东西。好，我指导你先那个上下左右的这个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怎么搞啊？这应该有9个，对不对？你有几个？我有9个。这个就是有36个小格，然后上下左右有4个箭头。不对，这都对不上。我看一下。哎，这样的，我给你拍个照。我们看不到现在。哦，你们看不到。OK。没有，这个还有一个就是，它有两个圈圈，框着这个小格。哎，你的圈圈是什么圈圈？你看链，第五竖链，第五竖链，看到了吗，哥？然后第二排和第五排都有圈圈。我来跟你说这个怎么弄。你上面是黄的还是下面是黄的？下面是黄的是吧？嗯。好，上面是绿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你听我说，往左走一步，就黄色那个往左走。这个黄色的，我应该是移动的这，哎。这个怎么往左走啊？哎，是错了一次吗？这不会错啊，这。我再点一下试一下啊。完蛋。哦，还是不对。不能再点了。没有，再试一次，这个就放出来了。要不我们试一下另外那个密码吧？对，先搞一下另外一个吧。这个太危险了。你看一下那个第一阶段那个是什么呢？我这个是记忆模块。哦，2314记密码的是吧？啊，考记忆力的。明白了，来。他们这边写的是，如果显示的是一，就摁下第一个位置的按钮；如果显示的是二，就摁下第三个位置的按钮。显示的一就摁第一个位置的按钮，显示的二摁第三个是吧？是，显示三就摁第四个，显示四摁第二个。显示一按第一个，显示二按第三个，显示三按第四个，显示四按第二个。那我按二了，试试看，有一次机会。对了。第二个是怎么搞？哎，断了，是吗，哥？稍等。喂，有人吗？喂。好了。人呢？快！我们那边没人了。被抓了吗？
试试看吧。显示三，按第四个。哥，哎，啊，为什么？我觉得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咱们就不如按一个了，还有一线机会。不，他按一个之后，他会在里面也放出，我们就会被抓。不敢这样冒险，主要是还是得确认跟那个。哎，任务时间到了。哎，我们输了，失败了。没法没法，确实没法。难呐！不是，他去外面对接不上了。对外放出几个猎人？放出两个吗？放出来两个。能量值正一本啊，每秒百一百的速度减少。根据时光邮局。姐。哎，就是这儿，你在这儿躲的地方就是要找到碎片的地方。哎。哥，你知道时光碎片吗？时光碎片。你们来这儿干什么？你好，阿姨。是要来寄信吗？我们想要找时光碎片。那这样，你们找我们的局长伯伯。现在有五名猎人在这儿，还剩五人，相当于抓我们五个绰绰有余。奶奶，你知道我们拿碎片要怎么拿吗？她不是奶奶，她是我妹妹。我今年才九岁。我十岁。啊，你今年才九岁啊！啊，那我们是不是找到时光局长，我们就能找到碎片呢？对，哦，要找到局长，我知道了。哪儿啊？我怀疑是外面坐的那个人，我们要去和他说话。迪哥，有猎人吗？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一位就是隐藏猎人。啥意思啊？他就是猎人。你好，你是局长伯伯吗？你好，你是局长伯伯吗？我们需要找到黑白碎片，你能给我们找到吗？喂，我真的呀，有猎人进去了，猎人进去了。糟了，贺峻霖被猎人发现。贺峻霖被猎人抓捕，剩余四人。天哪，我们四个三个都被抓了，实在是没有地方钻了。啊，完了，他被伪装猎人抓了。那咱们还去吗，哥？得去啊，要不完成不了任务。那走呗。走吧。老板，小心。请问有时光碎片吗？时光碎片？我不知道。不过，如果你们能帮我找三个人适合咖啡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秘密的小礼。适合咖啡是吗？对，来，我们试过了，三个人。我们也试过了。有一个秘密的小礼物，谢谢哥。哇，别告诉我是坐。是不是那个飞机啊？好酷！张真源和武大靖已启程前往认证装置。时间已到，在规定时间内，时光碎片插入失败。哎，我不刚刚还跟他们在一块吗？人呢？喂，啊，不行，破音了。有没有人来救我一下呀？加速队员们呢？你们好。那你还用思考吗？右边呗。走吧。Hello。你好啊，猎人哥哥，快来抓我呀！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跟你接触过呀。哎，他看我了，他看我了。猎人现在看的我就跟无视我一样，一点挑战性都没有。我现在感觉他在挑衅我，所以说我现在必须马上出来，然后跟他 PK， 能不能有人来解救我一下吧？得赶紧去啊，不然被占领了就完了。盒子需要自己去找。走了走了，弟弟。还有张哥呢？就在追光天街。哎呦，这里好恐怖啊！我们得直接去追光天街啊！对，我们直接去追光天街，就在下边。在进去之前 ，We got final hour， 让我们拥抱在极限，在永久的等待。快！张真源，张哥，疯了吗？这是我哭死了，张哥。I'm coming， 哥，你是第一个见到我的人，你想不想加入我队伍？我当然想啊。
好吧，那我现在把我们队的盒子先插到这里边。你答应我了啊，来我们队，我因为我大哥刚刚被淘汰了。好。哦，等我来救你。姐，我等你好久了。不要说这种违心的话，我跟你说。我真的等你好久了。你上次太帅了。你真的是帅，帅了就是冷酷到底哦。哎，前面其他队的，蓝队的，叶青哥，我们那边有个任务，要两个队的人一起。哎，这不是我吗？怎么我跑里面去了？你好，张馨元。我在。他用好低沉性感的声音跟我说了声我在。我们可以互换一下吗？你出来，我进去。不要不要，外面太危险，宝宝害怕。不是他怎么能做到这么让我难受的呀？说的。给我一个灭掉世界的高音。啊！不行，太低了。三天三夜。三天三夜。大声点。三天三夜，三个半夜，他无不有底线。再来。来不了了。表演一段才艺吧，谁会弹吉他？我来弹呢。必须来，你来弹。对，你来弹。对啊，你们要给我唱一首带有光字的歌。光，你是天，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话，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。 走起来。我走你是天，你是天，高的快发，我只爱你，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。觉得我没看够啊，我还没看够，还没看够，这个啊啥呀？哎 ，Hello， 哎，我差点就越狱了，你们再不来？啊？蓝队刚已经放了一个了，黄队也放了一个。OK， 哇，我终于出来了，哇，受不了了，人太少了。金元被放出来了。竟然没放出来了！蓝队苏醒，完成灯谜挑战。咱们要不要去把那个 A 区解决了？巨人侠，那咱们就分开，行，兵分两路。任务终于有任务了，什么挑战？我们这里面呢有一个台灯大挑战，但是现在你们是没有对手的。我们要找别队的人。要找一个对手。每次都是这个。咱们得赶紧度过这个区域，我感觉。这个地方好危险，我他妈。地铁没尊严重要吗？没有，面子重要吗？不要不要不要是吧？不要。嘿，姐姐姐姐，你今天怎么那么美？在我身边，这装扮绝对奥利给。舞蹈呢？舞蹈呢？舞蹈呢？是你是你，别告白，超级浪静心一场，我无敌不放弃，我你看这么近距离的现场，好吧，这么好使啊？来吧，来吧，哥，抬这个灯就好了，正好四个人。往哪走？往哪边走？往那边走。就您带路。那边看一下，不然太多人了。我跟你吧，我们跟你吧。Come here， 还有奖励吗？有。亮题。立在两日旁，反而没有光。光明。黑暗。黑暗。暗。不错不错，来来来，给他们奖品。拿到了，蓝队的，谢谢哥。成功。拜拜，下次见。得，咱们先去抄。我给你撕一半这个黑的吧。没事没事，姐，你保好自己。你到时候就把这些套起来，我就跑。我先罩住去。行。慌慌张张还拿着盖布，这是在搞什么玩意儿？我们这是在 cosplay， 和你们一样。我来了，终于来了。OK 了吧？耶！我出来了，我的衣服也开始发亮了。装置就在那儿，这一排楼梯下去。等一下啊。我去了。对对。好，插完了。蓝队获得追光天街区域和赛博研究区域，黄队获得千灯广场区域。走吧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电闸箱在哪儿。对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先提前找电闸箱？对对对对，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行。可以啊。OK OK OK， 我们可以直接去等。对，开始了。渔火市集，那最适合的现在就是张正元啊。那我现在就去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要做第一个，看我怎么立马解锁。拉完了，赶紧走吧，去把他们的电闸杆拉掉。不，把我们的拉掉，然后他们那就会倒计时。啊，张真源拉下第一个电闸杆。哦，这么快？我们现在几个人？七个人。七个人，那我们分成三队呗。行啊行啊。可以吧？行，三队。行。我跟
我跟大靖哥一起。现在倒计时了，现在倒计时了，别唠了，谁先去那边？倒计时了，我们是倒计时了，倒计时了，谁去？谁去？谁先去？什么？上哪儿？上上去找那店长。广场，广场，如果要去，现在就已经在倒计时了。那我们全队全去那儿吗？你俩先去，你俩先去，你俩先去那个千年什么广场？那有一个，来了来了，进去吧，往那边走吧，已经来了，猎人来了，啊，来了，就在那儿。OK OK， 安全。喂，苏醒哥，安全啊。嗯，往我们这边一点点，所以你不如就往回走一点点，然后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。好好好，我待会儿就找个地儿。我先去把孟佳姐找到吧，要不？我不觉得在这个任务中汇合过多是一个好事儿。哦，散的状态是吗？对，那谁跟下一个出现的点更近？走吧，我们去呗。你这个宝剑要一直拿。大金哥，加油！丁哥，加油！那边的，那边的。我这确实亮了，我这一小衣服。我们现在一共要哪几个区域？其实我们区域很单一啊、嗯，就是我们在的这个区域不像他们那边应该就是建筑很多。我们这边就是一条直线。我去，哦，放心吧，放心。现在我没问题吧？没办法，但我们必须得走，没时间了，哥。哎，拉下了，拉下，还剩5分47秒。喂，娜娜姐。喂，你去还是我们去？我们去吧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近一点。你们近吗？好好好好好，那你们近，你们去。行行行，好，拜拜。孟佳姐。喂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就在这个坡上，我在想我要不要先去那个京剧脸谱那儿看看。京剧脸谱我已经快到了，因为我找到了一条小路，我们就在那儿见了。啊，是吗？行，那我也往这边走。好嘞，好嘞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京剧脸谱应该就在这上边。哦，我懂了。因为这时间是累积的，如果我们不在这5分多钟弄完的话，他就是会放一名猎人，我们这个区域会多增加一名。看下一个地点刷新在哪儿吧，是不是？就是那这个谁，张真源，是张真源吗？哦，是这样，是真看不到他吗？猎人这样是真看不到吗？他不是反光把自己那个白板反得更厉害？他只管前面，那猎人在后面怎么办呢？哎，爹爹，要不把这个板给你。这板给我，这板很好用，关键是咱得拖着他走。不要这个板了吗？有点碍事儿。这不是京剧脸谱？往这个小路走吧。我也是小路来的。有猎人，5分多钟没时间了。猎人从那边过来了，所以我们不能走那边。那我们的装置在哪里啊？装置在下边，得我们俩去完成啊。管着上哪儿？就是那个游乐场。还有1分钟，他们。那我们这个不用倒计时了呀。那看他们拉不拉闸吧，他如果又拉到一个闸的话，他们又有一点机会。哎，干什么的呀？这不是兵马俑吗？来来来，我一起拉了吗？来，拉拉拉拉拉拉拉呀！一拉，他们拉下了，还剩15秒。我们现在要拉去拉最后一个悬浮之城。我们这一段还剩15秒，旋转木马那没得玩了。15秒还是有希望的。15秒，赶紧跑吧！15秒，他们怎么拉？我下个任务就得冲一冲。对对对，任务二结束。耶耶！我去抢一个吧，然后佳姐。你就在外边打招呼。好，拜拜，加油。喂，范大哥，你们俩可以过来，一会儿我们3个好方便去帮他们俩做任务。哥，我们过去找范大哥。好，还可以欣赏一下美景，看看这花灯，非遗文化遗产，全球90%的花灯都是这的。真源，啊，那里面有猎人啊，小心啊。现在有人吗？你被抓了，苏醒哥。啊，哦，看错了，看错了。看错了，对，我是没能救你，但是我跟苏醒长得还是有点差距的。加速之城OG来了。怎么样，换第二了？哇，好漂亮。我不会成加速之客常客吧？加速之城是要先上飞船吗？不用，我们找传送门。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在上面上这个平台。哪里传送门？姐，在楼梯上。猎人又是个啥东西啊？上次那个隐身猎人就差不多了，还透视猎人，好恐怖。啊，
走不动了。哎，蓝队率先开启通联。Hello， 你好。往中间走就到了哈。对，中间那个。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走。往前吗？对对对，走。哎呀，猎人，猎人！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，猎人！错了，错了，退回去。我看着呢，没事，你可以的。喂，乔欣姐。Hello。我看得到你，你现在是在最外层。好。你马上能遇到赫尔，你跟他一起。好。赫尔知道。哎，姐。赫尔，我在前面探路，你跟着我。你要快一点啊，张俊元在很前面，张俊元是第一个。好。往前吗？就在即将赢得胜利的不远处，张根源失去了指挥。而贺俊林也还在遥远的地方迷失着方向。都过不去。没办法了，凉了，绕死我了。现在什么情况？现在他开始动了，因为走到头之后再，我的画面黑了，但是没关系，你快到了，你走到头再左转，然后再左转就快到了。走到头左转是吧？我的画面黑了已经，他就跟视频说时间到了。我找到了。拿到了，你找到了吗？任务成功，好羡慕。何振源，你那个是不是会拿到复活卡呀？我已经拿到了。好，哎，啊，那个严重考虑一下。王月星。OK， 不说了，拜拜。我这个好难决定啊。祝你好运，拜拜。哦，哎，回来了。很纠结啊！不用纠结，有复活，不用纠结，听我的。他，真源，走，我们去恐龙桥。我先去吧，拜拜。这是我亲手搭建的老巢。天哪，里边都被我做干净了，往里一坐，把这个红布往头上一盖，真行。我们先考虑复活谁，然后复活。因为我跟月星一起来录节目的，复活月星。但是我完全听你们的。那个意见，尊重你们。我觉得可以，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发挥出他的潜能。同意。同意。那我就去了，好不好？加油啊！保重，保重。加油，大哥。你知道我现在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吗？我现在这儿，一个在这儿，一个在这儿。我如果要去这儿，他确实太远了，他两边都太远了。严小姐，不是，严小姐，走，我为什么要走呀？走，说，严小姐，快把那个关。你们在干嘛？那个。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找你，找你。我们需要那个掌灯凤凰，放在那个凤凰台，然后启动火凤凰绕飞全场，然后点亮灯帮你们。对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们呀？相信我们穿的是黄色的衣服。你们是不是有点？姐，我们好。我找人去拿，好吧？我找人去拿。姐，你要是跑了，我找人去拿。我会很难过的。我们穿的你们家的衣服。我们不要出去。所以王月星被猎人抓捕，蓝队剩余两人，黄队剩余三人。啊！王月星被抓了，蓝队就剩我们俩了。加速队员在黑夜里陆续被抓。快把信物送去凤凰台呀。Hello， 穆家少爷，你能把线索给我们吗？你过来。啊？你过来。真霸道，他说你过来。行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所有灯都灭了。然后呢？能修好吗？可以，因为我就是要去把这儿重新点亮的人。行，走。走。凤凰台，走。如果我被抓，就被我被抓，你走，我会让他抓我的，你先走，快。来了，拿来了。好，给我们吧，我们帮看一下，这能打开吗？哇塞！然后它怎么亮？然后呢？你加油！我
被抓了，姐。丁晨鑫被猎人抓捕，男队剩两人，黄队剩两人，没法了，整装待发了。哎，粗心大意了，露了半个身子在外边。今天表现最好的，甄元吧，做了特别多任务，然后也又救复活了很多人，他应该加速之王。穆家少爷，过来一下呗，过来一下这边。穆家少爷，你们怎么还跑了呢？对。因为有一些，因为有一些坏人，有一些坏人，你必须得跟紧我们。你们俩牵着吧。牵着吗？小心小心，走哥，我的手是不是还挺温暖的？嗯。有坏人，你必须得跟我们快跑啊，哥哥，快快快！喂，韩宇哥，我现在就在那个洛神电影院的那个道上，然后道上有一个猎人来回走，我现在根本过不去，可能需要两个人。配合一个引开猎人，然后一个去带着那个小姐过去。好，走吧。没办法了，拼死一搏了。现在我没有退路了。对，我们必须去洛神影院。那咱去吧。反正也是一死。行，走，问题不大。被抓也要被抓的有意义。加油，张真源，加油！别下！真源一定行，真源加油！前面是兵马俑一过，洛神桥，洛神影院，没人比我更熟悉这条路。哦，这个是，小姐，是您啊？你是来帮我的吗？是，行，您跟我走。喂，我带着了，带着了。我马上过来找你，你在哪儿？他好像找到了。单元。哇，他带人来了。这么帅啊！我厉害，今天加速王了。哇，这么强啊，真的。他做好多任务啊。对，加速之城他也完成了。刘姐，这儿。就在这儿。猎人马上被放出来了吗？快点！这什么操作呀？倒计时还没结束，你在这儿吧，已经终极了，终极了就没有必要。对，打打杀杀吧。今天一定要拿个加速王，不然又是成第一期的遗憾了。我就不跟第一期一样了，最后十秒还出去冒险。九秒，八，七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！爆惨了，我飞了！哇，加油！你怎么能获得加速王啊？好厉害！有娜娜姐一份功劳啊！啊，真是，最后帮我挡了一下。大靖哥啊，因为我天哪，为什么呢？里面有什么故事？我履行诺言，因为我今天在车上的时候就跟大靖哥，今天我可是个大混子。之前我们谁得了加速王，都给对方也颁一份。哇，来，我们再赠送一份。不是，这我是带合适吗？没事，你带一下就还我。带一下就还给你，带一下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就还给你。小贺你好牛。Hello， 快带上，带上，带上，带上。